大家好，我是浩哥。关注自动驾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马斯克在今年一月份的股东大会上说，特斯拉今年会大力开发自动驾驶和 AI 技术。我的 Model Y 的 FSD Beta 常常获得更新。之前我们已经做过 10.5、10.8 的版本测试，到了今天已经更新到了 10.10.2 版本。我能预见到和老马描述的一样的未来。获得成熟技术加持的电动车将瞬间提升自身使用率的6到8倍，届时大幅降低人类的出行成本，不再像现在大部分车都是停在停车场，用不用都需要交钱，并且人类能轻易地操作一台重达2吨多的机器，在未来将被视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尤其是最近我看到周围的交通事故层出不穷，越来越希望这项技术尽早实现，挽救更多的生命。比如说，就比如这一段视频是昨天晚上我的行车记录仪所记录的，这辆黑色的车突然横在我的前方，开进去之后发现它其实是在路口和另一辆车相撞，失去了平衡，然后冲到了隔离带，又从隔离带冲了出来。这辆车相撞的残骸已经是碎了一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路人非常热心，立马下车就冲过去查看当时司机的安全情况，满地的残骸，他的前脸已经撞烂了。通过我侧边这个摄像头看到大家都在协助他，帮助他从车内逃离。希望这样的事情在身边发生的越来越少，希望每个人出入平安。所以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期待，给了我做这一系列视频的动力，一起记录和见证自动驾驶成熟的过程。虽然感觉目前过程还有点长，很多人觉得还挺遥远，但是一旦它突破最后一堵墙，攻破最后一道难关，我相信带来的改变将会是一瞬间的，一夜之间所有人的生活习惯都会发生改变。首先我想简单的给感兴趣的大家描述一下当前技术的难点，解释下为什么老马在说了那么多个 next year 之后，今天还在突破这最后一英里。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用眼睛和神经网络进行判断和完成驾驶的，所以马斯克认为自动驾驶的最终形态就是装着神经网络的硅形态相机。我们的大脑拥有难以置信的庞大运算体系，但是它的内存非常贵，也很稀有。所以大脑一方面会接收信息，自动脑补盲区进行预判和补充的同时，一方面非常努力地去忘掉信息。比如一个行人，你看到他过马路时被一辆车遮住了，他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但是并不是从真实的世界里消失了，我们会脑补出它在盲区的位置，并且知道过一会儿它会出现在盲区的另一头。而自动驾驶就是要做这样的判断和取舍，标记物体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将搜集到的信息与最小的向量空间储存下来，并且计划保留该信息的时长，将其他的噪点过滤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越能准确地标记物体的向量空间，做出准确的判断。我们拥有 Beta 的这一批人，就是一部分在真实世界里面帮助 AI 训练成为安全老司机的老司机。然后还有一个超级难的代码，由于我们不可能是处在一个完美的向量空间内，就像玩游戏一样，并且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为会主动影响或者改变周围的环境和情况，但是机器人是通过被动接受外界的信息进行判断的。比如一个人先走到一个 stop sign 的路口，别人可能以为你是先停下来的，那他想等你先走，而机器从程序上也许又认为旁边的车是先到的，应该让旁边的车先走，自己才能走，结果自己不走，别人也不走，大家就陷入了循环。但是老马说，难的并不在于如何去判断，而是如何搞定这串代码。不过马斯克透露，在今年即将升级的 V11 会有很多重新改写的代码，包括神经网络和向量空间上的提升，到时候让我们拭目以待。
民以食为天，在未来，我最期待的就是无人驾驶的送餐服务，无疑是吃货的福音。所以我特意下载了一个送餐 APP， 暂时由车和我们俩相互搭配去完成这个送餐体验。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第一次送餐的情况是如何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浩哥，我又回来了。今天呢，还是要做一期 FSD Beta 的测试。我现在已经更新到了 10.10 的版本。然后呢，我之前的测试就是开车去波特兰呀，或者上下班。我这次想做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特意下载了一个送外卖的软件。我刚注册完，我还没有用过，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我们先进行我们的第一步 ，Get started。好 ，Get started。Start dashing。我现在这个区不是很忙啊，我右边这个区几乎没什么人点外卖。现在是早上11点，我先在我附近吧。现在11点，我计划，我们送2个小时吧，1点钟结束，1点半吧。他要确定我的手机充电中，然后油是满的，根本就不需要满油。哦不，我的电是68%，现在我其实每天都只充到70%。我还没用过这个软件，所以稍微要学习一下。他是说让我先开到那个比较忙的区域去吗？那我去这边。Head north on 122nd place。所以我要去那里等餐。那我们就出发。这个输入地址之后，突然来了。哇，这么远吗？这第一单没想到太坑了，就是有时候他给你派的单特别远，但是钱很少，7块5。这么远才7块5。这个完全划不着街，第一单我们把它放弃了。我们先去那个地方吧。它会显示有个区域比较忙，所以我们打算先开到一个比较忙的区域去，切换到 D 档，然后再双击操纵杆。没切上啊？好，切上了。然后它就自己出发了。现在基本就是车自己在开，我不去干预它。除非有些它不好走的路。10点10感觉有点虎啊。对，我感觉10点10有些激进，虎啊虎啊。这边这里特别难。对，这个位置是最难的。左边是个坡，它那个。左右两边的盲区视线都特别短。他在判断之后就非常果断的就出来了。其实你犹豫的时间越久越危险。我玻璃上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水滴，因为现在飘着小雨，但它到现在还没刮一下。反正我特斯拉在自己看不清的时候，它会自己启动雨刷器，如果有污垢它甚至会喷水。但现在这个情况，我其实觉得我的视线有些不足，但它似乎问题不大。其实它为什么现在提醒我呢？一方面是由于我看手机没有注意路况，另一方面是这个坡它的那个视距非常短，在视野不足的时候，尤其需要司机集中注意力。这个右转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是我先到的路口，按理说是我先走，但车判断是他先到的，车又希望他先走，所以他不走车就不走，然后这个车不走那个车也不走，就互相僵持在这里。如果是我的话，我看他如果不走，我就会主动先走，这样因为我走了他才能走。他是人类，他也可以先预判为他自己觉得他走，所以这个对于机器来说，机器的判断永远是滞后的，因为机器只能根据环境去做出判断，而不会用自己的判断去影响别人的判断。我切断准备自己走的时候，那车反而启动了。其实刚才是应该我转的，但是那人看我等太久了，
其实从十贝塔出来的时候，这些路况已经基本是轻而易举的掌握了，没有问题。所以到十点十更是小菜一碟，我们就可以快进一下了。然后他在这个切入左转道走的也非常精准。现在是绿灯，这个绿灯就是你既可以直行也可以左转，然后但是左转的话你必须要等对面直行车走完以后再进行自己左转。然后车十点十八分现在已经能够很熟练的判断这种路况了，所以他往前探，他在这个大车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大车后方没车了，所以在大车越过自己之后直接加速通过路口。这个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速度越快可能要求他看得越远，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启动雨刮器。他收了一个新的单，然后这时候我又接到 一单了，这单看起来挺近的，虽然钱也不多。好，我先新接一单，我需要把这个地址输进去。如果手机导航能跟车载导航同步就更好了，他同时给我推了两单。这两单应该是要么取餐在一块，要么是客人住的比较近，所以他平台算法就都推给我了。为了使用自动驾驶，我必须得把地址输入到我的车载导航里面，但是我们在开车路上如果手动输地址的话又浪费时间又不安全，所以这一点语音助手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Navigate to 2406T104th Avenue Southeast。 然后它的识别准确率还是很高的。好，就规划出来了。好，我们进停车场，但是我觉得由于我想在里面最尽快的掉一个头，所以我就自己来接管它。同样也是在这个 stop sign 判断，然后进行转向，再到红绿灯，然后现在那个餐厅在我左边。哎呀，开过了。开过了，不过没关系，绕一下，从后面过来。我们到达第一单的餐厅。我想说一下，就是虽然我是在测试 beta， 想尽可能多展示一些自动驾驶的场景，但是我同时也是在送外卖嘛，毕竟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送餐，客人已经付了我钱和小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尽量以客人的利益为主，不要饿着我们的上帝们，所以我会在保证测试 beta 的同时也能尽快的去取到餐和送到客人手上，所以我也会多自己去接管，他优势的时候交给他，然后复杂的时候交给我，所以说我们俩配合着去完成这个外卖。这第一单搞得我有点手忙脚乱的。第一单有去看一下。对，没有经验。Order number， 这名字是谁啊 ？TM。好，你先去取。取完单了。然后我认为特斯拉放东西最好放的就是后备箱下面这个槽，因为如果你只是放在后备箱那个上面那一层的话，它会滚来滚去的，甚至会滚到左右两边的那个小凹槽里面，但是你放在最下面那个槽的话它就比较稳定。哎呀，我还要再去一个餐厅。对，我接刚才接了两单，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是接了两单，还得再去一个餐厅。 Navigate to 521 second place north。其实这个语音助手还是非常灵的。连这时候我前面这个皮卡就有一点慢，就我自己都觉得它慢。这车好慢哦，我准备超它了。还好你也嫌它慢。
我们俩想一块去，然后下完坡，然后我们又回到左边那条道来，方便直行，左转。左边。对。没错。动不动就给自己的车表扬一下。这是个什么餐厅？好，我们去第二家餐厅，在这个商场里面。我有一点找不准餐厅在哪。从导航上挺难判断的，然后找名字，这些名字我有点看不清。哎，刚才怎么了？你看，在这里，他判断只有行人，或者是前面只有行人，然后就瞬间就自己就制动了。哦，这么吓人！吓我一跳！我还在找这家餐厅到底在哪，它显示在我左边。但是我也没看见，所以我干脆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然后自己推着去找。出去找一下。这个 app 的定位其实稍微有些不准确。看地图应该是在右边。结果我就绕了这个商场一圈。终于找到了这一家。我在里面才站了一下，然后他们看我的行动是拿着手机，然后四处张望，立马就问我是不是外卖司机。然后他们规划的挺好的，所有餐都放在一个柜子处，有人来跟你 double check 名字就取到了。两单放在里面，其实可以放个三四单都没问题，非常稳定，不会乱跑也不会撒。我需要沉着一点。 OK， 现在去找这个客人。但是我其实心里有一点不好意思，就觉得我在第二单找餐厅耽误了一点时间。其实我是什么样的呢？我在测试的同时，我也不想给路人和给要收到餐的客人造成太多困扰，所以我还是会去主动在一些这种复杂的路段更多的去进行接管自我操控，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效率，不给大家带来麻烦，然后也能让这个客人更快的吃到自己的餐。因为我经常点外卖，如果我拿不到餐，等了很久，我就会特别难受。所以站在一个客人的角度，我特别理解。就是将心比心吧。前面这个路口就要到小区了，所以要进入左边的中间的待转道。他找的还挺准的，这个路线找的。对，然后在中间等车一过，然后自己就转进来了。一般客人都是要求就把餐放在门口就可以了，所以放在门口，然后我就回来了，完成第一单，赚了5块钱这一单。第一个送完了，消个毒。其实这个还有点不好找，但是还好他正好开门见到了我。然后我们现在去第二单，第二单好像还挺近的，就在这旁边。这个人就是拍了个照放他门口就好了。下一单马上就来了，要去麦当劳。继续走，雨真的好大。这个客人点了个面包，还有一杯咖啡。
出发。顺利又送完一单，这个 app 它应该就让客人知道我来了。我刚一进大门，他就走过来了。现在1:09，我是11点多，2个小时，才27块呀，熟啊！走，1点了，但是我还想再送一会儿，感觉刚上手，有点熟悉啊。再玩一阵吧，玩到3点以前吧，因为3点钟是下班高峰，到时候就不好弄了。高峰期的话太麻烦了，开车。现在还好，才1点钟，再玩一会儿，然后回家。出发。来单了。反而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人，他们不说自己多有厉害多有厉害，就是告诉大家自己要做什么，坚定自己的信念。说了，由于是天气状况不好，所以它的自动驾驶可能会降级。2:30了，马上就要到3点，3点就是下班高峰了，所以我准备回家了。我们是早上11点出来的，然后现在2:30，总共49.75块，1小时10块多一点。我觉得主要问题是今天可能单太少了，他们说平常1小时能跑到20-30块钱，看来我今天不及格啊，才跑了10几块。回家回家回家，还雨一直在下呀。
上就是特斯拉自动驾驶 FSD Beta 10.10.2 送外卖体验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走之前留下一个宝贵的赞，这将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